大家好啊！祝大家好。系啊，嗱，今日有 A 君同埋我咧，就进行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特备节目啊！呢、這个特备节目咧，咁我哋听下 A 君讲下缘由先。A 君系啦，就话说咧 ，A 君咧就都参与啊唔少一啲嘅社交群组啊，咁喺度互相对话咁啦。咁有一日咧，就睇到一个对话咧，就原来咧就系乡岛入边啊一个决策嘅高层啊，当然啦，嗰个就唔系政府官员嚟嘅，总之决策嘅高层啦。咁咧就同埋佢嘅助理，咁就同咧一个咧组友啊，咁就互相嘅对答啊。嗱，咁啊原本咧呢一啲嘅喺群组入边嘅对答咧，老实讲都唔系好应该咧就公诸于世嘅，但系咧，原来里面咧就牵涉到啊一啲咧关于抗疫嘅事情啊。咁由于抗疫呢样嘢咧，政府嘅导向啊，系对啊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啦。于是乎咧 ，A 君我咧就决定啊，将部分嘅内容咧系同我哋 relevant 嘅，咁就咧要同大家要讲一讲，咁啊顺道啊俾啊各位嘅观众啦，可以知道啊依家香岛抗疫啊嘅高层啊大致系点样样去谂法啦，咁从而咧大家再睇睇啊香。到政府点搞咁啦？冇错啦，呢件事系知事睇大嘅，有关呢个公众利益，但系我哋孤忍其名啦。咁咧，由于 A 君同埋大卫上咧就冇参与其中嘅，我哋只系睇到嘅啫。咁呢一个咧，我哋咧就请咧 A 君去饰演咧就 C 先生，系啦，即系嗰位问问题嘅先生啦。咁同埋咧。又飾演一位咧就 D 醫生喎、啊、D 博士嘅 D 醫生，咁我咧就飾演一位咧就 E 嚇、啊、高層 E 高層啊嚇，同埋一位咧 F 助理嚇，咁、啊、咧我咧就會同大家即係表演翻嗰個問題嘅內容係點樣樣，同埋大家對話嘅情況到底係點樣嘅，好嗎 ？A 君。好啦，首先呢就係呢个群组入面啊嗰、那个医高层呢就 post 咗啲呢关于抗疫嘅嘢出嚟啦。咁呢就表现到呢就话香岛大致都系咁上下做嘢㗎啦。咁有少少呢就话两万年都系咁讲啦，系咁㗎啦咁嗰隻。跟住呢嗰、那个 C 先生呢就竟然顶唔住颈喎。咁就喺度问咗一句啦，就话请问呢香岛啊依家呢系有啲咩政策去截断传播链呢？我系暂时未睇到啊，麻烦啊呢位啊高层咧就赐教啦咁样样。嗯，咁嘅时候咧，阿E先生咧就答不断咁样样围风强险咯。嗱，呢个讲法满唔满意先？系啦，跟住啊，阿C先生啊，直情听到突咗对眼出嚟啊，跟住咧佢就好客气咁讲：围风强险啊，喂，过去两个月效果都唔系咁好啫、啊，喂，阿、啊。高官高层决策人员啊，我突然间谂起有句成语啊，或者系咧谚语啊，爱因斯坦讲噶，爱因斯坦话咧，癫佬啊，就系每日做住同一样嘅事情啊，但系就希望得到唔同嘅结果、啊。系啊，仲系期待每一日可以出现唔同嘅结果、啊。呢个几有趣系咪？系啊，咁咧，咁啊 M 咁啊嗱 F 助理咧就话。咁啊，香港嘅抗疫政策咧，已經得到國家嘅呢一個專家批准噶啦。請大家唔好批評國家嘅決定。系啦，由于 A 君啊都熟悉阿 C 先生啦、啊，阿 C 先生嗰啲咧就最鬼死憎人哋带佢噶，尤其是阿 C 先生都叫做客客气气咁样问啦，点知俾人得翻转头，于是 C 先生咧就嚟了啦，佢就话啦，我咧就冇批评国家嘅决定，我净系由头到尾问紧同一个问题啊，请问依家香岛政府有乜嘢政策去堵截传播链啊？呢位咧 F 助理又答啦，答案咧就已经喺度噶啦。疫情咧已得到压制，咁大家咧都唔系呢个抗疫专家，无谓再争拗啦。好啦，跟住 C 先生咧听到话，哇，你揾专家嚟答我，仲话疫情系已经得到压制，跟住咧 C 先生啊就即刻火都嚟埋啊，但系火都嚟埋啊，都仲好客气咁写，但系咧已经串串供啦。如果啊。香岛啊，超过400万人染疫啊，咁都话疫情已经得到压制啊，咁你都讲得啱嘅。咁咧，E 高层咧就话啦，理论上咧，越早咧就揾到患者，越减低呢个传播俾其他人嘅机会，所以专家认为最有效嘅
我不是專家，所以尊重他們的意見、加上呢實在想不出有其他的方法，如果閣下有高見呢就不妨提出，有用的話呢就一定會傳達的。這個是兩年多的總數字，疫情是天然災害，人只可呢盡力而為的。哎呀，跟住啊，施先生啊，睇见咧呢个高层啊，咁样样写嘢法，话天然灾害、啊，即刻火上加油啊！咁咧，佢即刻咧串翻转头啊，都话呢个施先生串串供噶啦。咁佢就话啦，香港嘅专家咧都话已经系错过咗啊全民检测嘅最佳时机嘅。咁啊，既然专家啦都承认呢一点啦，咁啊，算唔算仲系天然灾害啊？唔通错过咗最佳机会都算系天然灾害呀、啊、嗱呢个施先生啊佢咁写啊就系、是、因为呢对方啊搵专家嚟压佢，重要系啊将件疫情啊嘅扩散到咁样啊就淡化为天然灾害喎、啊、於是乎啊扭起上嚟咁样反问返佢，错过最佳时间算唔算系天然灾害呀、啊、嗱 ,App 助理呢就急不及待唔住啦，佢就用咗西方嗰套理论呢去解釋呢件事，佢話咧，人類咧要喺地球上高生存落去咧，就係要適者生存喎、哦。咁我心諗，喂，老人家，咁你唔保護佢，小朋友又唔保護，長期病患又唔保護，你講咩適者生存啦、啊？係咪？咁佢話咧，新冠病毒咧已經係會長存喺地球之中噶啦。香港過去兩年咧忙追封城，都已經控制疫情啦，已經證實咧過去嘅措施咧係有效嘅。咁話喎，咁與其咧只係向政府問責欠債，不如問下自己喺戰爭狀態之下，自己有冇調整心態去幫助身邊嘅人咧？香港實在太幸福啦，有幾幸福咧？我呢度不禁問一問啦。咁市民咧未能適應戰爭狀態下嘅香港，唔通又係政府嘅錯咩？定係因為有人要奪權啊？哇，講到奪權啦！故意咧嚟社交媒體煽動反對政府嘅仇恨咧，啊，咁究竟呢件事又發生點樣咧？即係大家都心知肚明咁話喎。啊 ，F 助理。喺 F 座你咁写啊，又搞到啊 ，C 先生啊，火都嚟埋啊！而 C 先生咧嘅强项咧，就系、是、啊，督住人哋每一句说话去窒翻人啊！因为 A 君都识啊 ，C 先生啦、啊，我由细到大都知佢啊，抵唔住颈啊，同埋督人啊，逐句督啊，系唔会留情面噶。于是乎咧，佢就就住啊呢、這个 F 小姐每一句啊，窒翻佢转头，就点样样咧？啊 ，F 小姐佢话啊，人类咧喺地球生存就系适者生存，跟住咧。C 先生话：人类啊，之所以喺地球能够生存到落去啊，系啊，识得用唔同嘅方法去避免不必要嘅死亡啊，呢啲先至叫适者生存啊！明知方法有问题，仲坚持去做，呢啲就唔系适者生存之道啊！好啦，跟住啊，第二句咧就话呢啲新冠病毒咧就喺地球啊将会长存噶啦。嗱，香岛过去两年啊冇封城啊都控制到疫情啊，已经证明咗系有效啊。跟住咧，阿施先生就咁回应啊，就话3月31号香港嘅新冠啊系世界第一噶。如果咁样都算系已经证实过去措施有效嘅话，哼，我真系无言以对啊！好啦，跟住呢跟啊，系3月21号啊，系3月21号，系3月21号，系好啦，跟住呢啊，就继续咁讲啦。嗰、那个 F 小姐嗰句就话：，哎呀，与其啊，净系向啊政府问责天灾，不如问下自己啊，喺战斗状态之下，自己有冇调整好心态啊，去帮助身体嘅人啦、啊，咁样样啊。跟住呢啊，施先生就咁答啦。首先呢我第一个问题呢就系、是、呢香岛啊有冇方法去堵截病毒，我冇问过责啊，不过呢系你哋漏起话呢系讲天灾呢我先至呢系要追索返啊扫清部源头㗎啫。好啦，另外一样嘢呢你话调节心态啊，如果调节心态咁就可以对付病毒，咁就真系好啦。但系事实话俾我听，调节心态啊同抗疫系冇关系㗎。好啦，啊你又喺度话啦。啊！香岛人就太幸福啦，未能适应战时状态，呢啲又系香岛嘅错啊！啊，唔好意思、啊，那个施君就咁答啦。梁万年咧就赞赏过咧香岛咧抗疫意识好好嘅，所以梁先生讲话香岛人啊未能适应啊战争状态下，都唔知道你讲乜？人哋都话香岛啊抗疫战嘅意识好好啦，已经做晒嘢啦。
啊，不过咁又要翻转头啦。香岛嘅专家都承认咧，啊，已经错过咗最佳嘅全民抗疫嘅检疫嘅时间啦。咁呢啲嘅错算唔算系政府嘅错啊？系政府自己啲高层话错过咗时间嘅、哦。好啦，跟住最尾啊，由呢个 F 小姐啊讲到有关夺权嗰啲嘢啊，就话咧有人要夺权喺社交媒体度散布仇恨、哦。哇，个 C 先生啊，即刻火都嚟埋啊，就话。我啊，从来咧冇，净系谂紧咧有关啊抗疫嗰啲事嘅啫，都唔明点解你无端端啊会讲到去夺权嘅啊？如果你认为咧啊回应唔到啊啲抗疫嘅问题咧，咁就算啦，你就唔好咁睇得起我啦。夺权呢样嘢咧，我谂都冇谂过啊，但亦都冇做过啊。你仲喺度话我心知肚明啊？对唔住啊！我完全唔知道点解讨论疫情咧就会同咧呢个夺权系有关系嘅。你话我心知肚明，就唔该你话俾我听，点解你会认为我心知肚明啊？心知肚明嘅又系乜嘢啊？咁以高层咧就话请指教下啦，吓佢咁样讲。咁咧，但系施先生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喎、哦，吓咁啊，佢啊整咗一篇文章。俾大家去作為參考嘅，咁呢篇文章我哋使唔使講俾大家聽咧嚇？大致內容啊，施先生點樣回應咁樣樣啦？嗱，施先生咧就執住啊嗰篇文章裏面嘅內容咧，就重點咧就去回應啦。咁咧就話啦，啊篇文章裏面咧咁就提到唔明白錯過係咩意思，因為咧佢就話咧係錯過咗咧嗰啲嘅最佳嘅一個檢疫時間啦。跟住咧，阿施先生串串供咁講，你唔明錯過係咩意思啊？咁你问下香岛啲专家啦，你高层嚟㗎嘛。不过如果专家唔回应嘅话呢，我就建议你呢就参考下内地嘅个案啦。啊，内地做咗好多次全民检测啦，次次呢都可以呢截断传播链嘅。得闲就睇下钟南山嗰啲访问啦。好啦，跟住啊，原来嗰篇文章呢又提到啊，香岛啊之所以唔做全民检测呢，就係、是、因为啊每日啊就淨係可以检疫呢就係20-30万个嘅咁样。跟住施先生就咁回答啦。香港嘅检疫能力呢可能呢真係每日呢就淨係做到20-30万个。但係深圳呢就7日之内呢就已经可以为全深圳嘅人啦就3次检测啦。嗱，中央呢就有承诺过香港要乜呢就俾乜。咁到底呀呢、這个状况呀係香岛政府冇提出啦，定係中央政府呢就提但係见香岛提出咗之后冇回应先。嗱，如果呢嗱，你高层嚟噶嘛？如果啊，香岛政府啊提出咗之后，中央会回应嘅，麻烦提供证据啊，唔该啊，定系因为咧呢啲咁高深嘅科技，净系可以喺深圳度做，香岛啊做唔到咧啊？如果系咁啊，唔该提出原因啦。好啦，跟住啊，嗰篇文章咧又提到啊，哎呀，全民检疫啊，要禁足啊，要停止所有金融活动啊，等等。跟住啊，施军咧就齐咁样复翻佢啊，全民检疫咧。就唔一定啦，要停止金融活动嘅。啊，内地又试过好多次啊，全民检疫啊，都唔使啊，就啊禁足嘅。咁啊，但系烦咧，就睇睇深圳嗰度啊。咁咧就啊，佢哋咧嘅金融活动咧就从来冇停止过嘅呢、這个例子啦。嗱、啊，好啦，咁咧你又喺度夹翻我，咁就话咧啊，我缠绕住咧啲全民检疫啊。咁嗱，我亦都讲翻，我啊冇意咧就缠绕咧就呢个全民检疫嘅，亦都咧唔会叫人嚟。问责，我由头到尾净系问翻同一个问题，第一句就已经咁讲噶啦。香港依家有啲乜嘢方法去截断传播链噶？好啦，跟住咧，由于啊问到条问题实在太过尖锐啊，于是乎咧组入边啊有个 doctor 啊，咁就开始咧加入咯，咁就问啦，喂。這个报道呢有报道讲呢其实呢中央系会帮手呢。咁香岛呢就可以呢一日做200万个嘅检疫。你话20-30万个喂唔系咁讲㗎喎。好啦跟住啊第二样嘢就讲咩呢其实呢我都有同样嘅问题㗎。香岛呢系点样呢去依家有咩方法去截断传播链㗎。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呢我都想问㗎。啊同埋呢最后一个呢我要做一做个 declaration 啊。我嗰个嘅 declaration 就系、是哦、我都冇諗过要夺权㗎。哇连组入面嘅医生都加入战团啦。哇真系犀利啊。嗱其实我哋睇到唔止深圳啦上海嗰度嘅时候其实都冇停到任何嘅股票交易市场嘅。
同埋咧一切正常運作，可能在家工作，同埋分開兩個區，係嘛？即係兩個區去做嘅時候，其實咁樣做法咧係好合理嘅。同埋每日做到二三十萬，我哋早前咧已經同大家提過一個方法㗎啦，就係、是、用混件嘅形式，就係、是、一個測試瓶裡面咧放十個人嘅嗰個棉花棒，咁大家做咗心喉測試之後咧，咁啊放埋一齊，跟住你而家本來咧就可以做到二三十萬啦，係咪？咁如果你係放到啊十個人嘅嗰個資料落去嘅時候，咁啊即係咪每日可以做到300萬咧？咁呢一個其實如果再加上中央嘅幫手，咁啊一定冇問題啦！一日做到700幾萬，10歲啦，係咪？係嘛？咁啊跟住嚟咯，係啦，我哋咧就見到呢位醫高層咧就講一句説話，佢話唔想糾纏，但係討論咧始終係離唔開全民檢測嘅，只係想提出兩點，大家平心靜氣咁樣考慮。邊兩點咧？嗱，第一點咧就係、是、內地咧而家亦都係大規模地區檢測，而非封城禁足檢測啊！喂，咁呢一點我有啲睇法啦。喂，真係封城嘅喎。喂，對於深圳唔係封城咩？啊，對於上海嚟講，佢梗係封控啦，係咪啊？佢都係分。封控一個整大片嘅區域啦，嗰、那個區域裡面有成一千萬人嘅喎、哦，咁呢個又係點樣講法咧？嗱，咁咧對於醫高層嚟講咧，佢咧就話呢個正正係特區圍封檢測策略，目的效果都係一樣嘅，只係需要更加多嘅時間，但係咧仍然係能力所及啊！嗱，呢個係乃係能力所及啊，係一種平衡嘅決定喎、哦。咁佢第二點咧就話啦，一直以嚟咧，特區同埋內地嘅防控專家咧有密切嘅溝通嘅。今次梁萬年咧到訪咧，再一次證實特區尤其獨特之處啊！政策亦都係唔錯嘅，大家同意現行最好嘅策略係咩咧？希望咧大家去理解嘅。哎呀，跟住咧，阿施先生咧就睇见你咁样写，即系焗我一定要分区啦，仲系讲话喂你啊唔想分区啊，搞全民检测啊，梁万年已经讲咗最好啦，啊即系咧又喺度屈啊，阿施先生就一路纠缠喺呢个全民检测啦、啊，于是嗰个施先生又嚟了啊，咁佢就咁再讲啦，对唔住啊，阿高层。你误会晒个意思啊！其实我已经清楚讲咗好鬼死多次噶啦，都唔知道点解你仲系要话我啊，系缠绕住呢个全民检测嘅方案啊！我就喺度咧，再重申一次，我咧就冇意图咧就缠绕喺全民检测嘅，我喺度咧又要重申一次我个问题啊！向导，依家有乜嘢截断传播链嘅方法啊？嗱，我就问咗好多次啦。啊，就好似你所讲啊，不断咁样咧，话围封强检咧，而冇其他方法嘅话咧，咁就唔该你话系冇其他方法，直接答我就算，唔好同我兜咁多个圈啊！嗱，阿医高层咧就继续讲咯，我已经讲咗啦，嗱，民已经讲咗愿意听阁下嘅评鉴噶嘛，但系有嘅咩？冇，我真系睇到，我真系觉得啊！高层，你不如唔好做高层算啦，即系答咗系冇答，系咪啊？阿希君，跟住点啊？同埋咧，阿施君啊，一睇见话要听阁下明鉴啊，施君就即刻谂到，即系要我啊去答一啲问题啊，去回答你个问题提意见，然之后锄翻我啦。哇，跟住咧，施先生啊，就即系又系嚟料，你话我就唔费事答你咩明鉴啦。啊，我啊由头到尾市民嚟嘅啫。我啊，净系有乜个问题，就系、是、香岛依家有啲乜嘢传播咧？啊，截断传播链嘅方法啦，啊嗱，我又再讲多次，嗱，如果咧你净系讲嚟讲去咧，就系围封强检而冇其他方法咧，就唔该直接啲话冇，啊，就唔好喺度讲咁多嘢，唔该。嗱，呢一个绝对系啦，既然冇方法嘅话，咪直接同大家讲话。我冇介乎噶啦，嗱，我唔知道應該點做啊！你當我係即係即係討厭講佢啦，白痴又好，咩都唔知又好啦，係咪啊？咁所以咧，阿醫高層咧就喺度講啦，嗱，佢話咧，喂，我同你一樣喎、啊，阿師君，係啊，我唔係專家，我只係識得以事論事嘅喎、啊，若有得罪咧，就請你見諒。
唉，好衰唔衰，佢遇着嗰个施先生呢亦都系串嘴一名啊。於是乎呢，施先生见佢啊又唔答自己呢，就咁样讲啦，係啊，我都同你一样㗎，我都唔系专家嚟㗎，我都只系识以事论事㗎咋。哎呀，如果佢追问系得罪咗你啊，敬请原谅囉。嗱，我呢阿施先生呢一介草蜢，就冇机会接触到呢香岛嘅专业团队啊专家团队㗎啦。不过阁下呢就系香岛嘅高层。咁就唔该呀，阁下代一代我呢啲草蜢啦，就向香岛嗰啲专家问一个问题呀。香岛依家有啲乜嘢截断传播链嘅方法啊？嗱，就希望呢阿高层你呢就好用呢阿施先生我啊呢种锲而不舍嘅精神，问佢90几次啊，请呢专家团队正面回答我嘅问题啊。嗱，依家呢香岛嘅疫情就好严峻啦，啊人数呢离去嘅超过咗7000，啊超过100万人染疫，香岛嘅市民呢就极度呢就需要香港嘅专业家团队呢提供有效嘅截断传播链嘅方法啦。咁我就好期待啊高层你呢喺下一次高层嘅会议入面呢就为我哋呢带嚟明確嘅回复啊，唔该。作為醫高層，唯有咁答啦。呢、這個問題咧已經提出多次噶啦，答案咧就係現行嘅政策，亦都係內地專家同意嘅政策嚟嘅，亦都係全世界都束手無策嘅現實啊！大家可以唔同意、唔接受，但係同心抗疫咧係必須嘅。喂，全世界都束手無策。好似對我哋國家嚟講，對我哋中央嚟講，唔係束手無策喎、我哋有完整嘅方法去解決嘅喎、咁究竟咧呢位醫高層咧又喺度講乜嘢咧？嗱，大家想知道呢個醫高層係咩人咧？其實大家自己咧就腦補下。咁小弟咧以前曾經有機會嘅時候咧，都好似略略提過下佢嘅。好啦，嗱 A 君，咁啊 C 君點講咧嚇？嗱 C 君咧就見佢咁樣答，即係換句説話。既成事实嚟噶啦，全世界都系咁噶啦，大家中唔中意都好，我都系咁样样抗疫噶啦。不过我系咁样抗疫，我都要求你同心抗疫噶。有啲乜嘢唔好夹我啊！嗱，施先生咧就咁样谂法啦，于是乎咧就嬲起上嚟咧，咁就咁样答啦。系啊，其实呢个问题咧已经系提出咗好多次噶啦，用翻佢个语气啊，跟住就话。答案呢就係依家嘅政策，咁亦都係专家嘅团队嘅政策嚟嘅。咁我就要问你啦，你咁答啊，你嘅意思系咪即係话依家截断传播链嘅方法就淨係独孤一味不断咁围封强检就係呀，系唔系呀？好啦，跟住呢佢就再針对呢医高层嘅第二句喎。医高层第二句就话全世界都束手无策㗎喎。跟住呢施先生就话啊！你嘅意思系话香港都系已经正式宣布系束手无策咯，系咪啊？啊，咁你系咪即系话咧要请全香港人都接受？依家全世界都系束手无策噶啦，系唔系啊？好啦，跟住啊，佢又针对埋咧医先生嗰句啊，大家可以唔同意、唔接受，但系同心抗疫都系必须噶。跟住咧，阿施先生就话咯。我哋个意思系咪即系话咧，大家咧都就算唔接受啊、唔同意啊，但系咧都必须要用翻过去两个几月嚟都系冇效嘅围封强检嘅方法啊？嗱，我净系问翻你，你嗰几句说话个意思系咪咁？系咪咧束手无策都要香岛人接受？系唔系净系独孤一味就系不断围封强检，但系明知冇效率嘅都要咁做？呢啲就系你所谓嘅唯一嘅截断传播链嘅方法啦。嗱，我就咁样样睇你啦。如果我误会咗你讲法，麻烦你话翻俾我听啊，唔该。嗱，呢个时候咧，阿 F 助理咧，梗系要出嚟护主啦，唔护主边度得啊？系咪啊？佢就讲话。请你不要再纠缠了，世界呢都要被病毒占领了、不是任何人的责任、这个是天灾，有天灾的时候呢人类呢应该要做的就是团结自救、而不是指责和谩骂。这里我看到这里大卫上就要说了，既然要团结自救的时候，是不是想一些好方法出来解决问题好一点呢？
究竟有咩好嘅方法可以截斷全方位啊？邊個先至係最重要噶嘛？係嘛？咁佢又繼續講一句咧更加荒謬、荒謬絕倫嘅事，佢話：我哋相信國家同埋香港政府咧已經係好有經驗嘅大海舵手啊！香港而家嘅抗疫政策咧已經走啱咗方向噶啦。咁佢就話：但係我就心諗，我哋國家咧就走啱咗方向，動態清零，區政府點樣阻截傳播鏈啦、你又唔夠膽講動態清零喎、因為自己知道咧呢一位 F 助理咧知道咧佢而家講嘅嘢咧完全冇道理嘅，佢連動態清零四個字都唔夠膽講啊！咁跟住咧，阿 E 高層咧就出嚟講啦，佢就話：所以咧話有好嘅意見咧就一定聽，大家集思廣益咧亦都係出路。同意咧，不斷求進咧係必須嘅。咁我又想請問一下呢位醫工層啊，我哋講好多次全民強檢、封城、禁足，再加埋健康碼，你起碼三樣嘢做咗健康碼嗰個先啦，可以揾到係咪截斷傳播鏈？你而家呢個方法你有冇做到呢？完全冇做喎。同埋我哋講咗唔止十次百次啦，由2020年底一路講到2022年初。到而家三月底啦，我哋都繼續喺度講緊。咁究竟佢哋有冇聽到先？嗱，集思廣益係出路啊嘛，有好嘅意見一定聽啊嘛。咁呢啲所有嘅做法，我哋已經提過好多次啦。呢個係不二法門係咪？而且我哋嘅內地中央政府都係採取完全呢一套嘅策略。咁啊，包括我哋嘅習近平主席，亦都係提出相關嘅工作同埋我哋嘅原則。我哋應該點樣做好呢一個抗疫嘅行動？咁所以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整體嚟講，呢一位 F 助理同埋一位 E 高層咧，真係要好好反省一下，究竟咧你係幫緊特區政府去出謀劃策，定係喺度推卸責任？一路話呢一個係天災嚟㗎，呢個係天災嚟㗎，喂，同人冇關，唔係任何人嘅責任。喂，你講咗錯過，就其實係一個責任啦。即係你曾經係有發現一樣嘢嘅，你一係咧就喺疫情早期，一係咧就喺疫情快結束嘅時候，你要去做。咁而家究竟幾時去做呢？我哋到而家香港市民都係唔知道。所以A君，你繼續表達翻阿C君嘅睇法啦。好啦，阿C先生咧，聽見啊嗰個 F 助理第一句就話叫佢唔好糾纏啊，跟住咧佢就嚟咗啦。咩啊？我都冇糾纏過，我不嬲好認真咁樣樣啦，去睇你哋嘅回應，我亦都好認真咁樣咧，去請問啊，你哋嘅意思係咪我所諗嘅意思？我冇糾纏過，我仲好認真咁樣對答噶。好啦，跟住啦，就再咧應對翻啊個 F 小姐嗰句話，哎呀，全世界都已經被病毒佔領啦，唔係任何人嘅責任，係天災。跟住啊，呢個咧C先生就咁講啦。我由头到尾咧，都净系问同一个问题：香岛有咩方法截断传播链？我就冇追究任何人嘅责任。至于天灾啦，咁啊，应该咧，我哋要谂方法去减少不必要嘅损伤，咁样咧先至系适者生存之道嘅。面对天灾，就系应该咁做啊！好啦，跟住啦，再针对埋咧。啊！這個、呢个咧 F 啊嘅助理咧就咁讲啦，因为 F 助理就话啦，天灾嘅时候就应该咧系团结自救，就唔系咧指责同埋谩骂噶。跟住个师先啊，真系嚟晒了啊！希望咧你话嗰个指责同谩骂咧就唔系讲我啦，我咧就同阁下嘅对答之中咧就冇一句咧系指责同埋谩骂嘅。不过如果你真系觉得，我头先问你嘅嘢系有任何指责同谩骂嘅话咧，咁啊即系我得罪咗你，就麻烦咧你话俾我听，我就一定会好诚意咁跟进嘅，就唔该。不过咧同一时间咧，我就要醒翻你一句金句啊，点解我嚟嚟去去都问你同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个叫做拯救世界名言嘅一个语录嘅，个语录就讲咩咧？其中一句又咁讲啊，如果我净系得一个小时去拯救世界嘅话，我会用55分钟啊去确认问题喺边度，然后用5分钟去揾答案啊！唔好意思，呢句说话爱因斯坦讲嘅，所以个施先生啊就不断地去问问题啊，就系话依家有咩方法去截断传播链咯？我用55分钟去问，咁样样先至系救世界嘅方法啊！
完全同意啊！咁跟住咧，嗱最重要啦，就系阿思君咧就有最后嘅一个讲法，系啦。适逢咧嗰个施先生啊，嗰阵咧，哎呀，原来做紧义工咁好仔喎、啊，咁咧佢仲要咧用翻啊嗰个咧啊医高层啊讲嗰句同心抗疫啊嘛，嗱依家咧我就跟紧啲抗疫义工咧就去派发嗰啲抗疫物资啦。啊！你头先好似讲过咧，束手无策咯、哦。嗱，就算香岛系无策，我施先生都唔会束手嘅。束手无策，从来都唔系香岛嘅选项。香港人系唔会认输啊！你同我讲同心抗疫，香港人就唔应该束手，香岛政府亦都唔应该无策啊！讲得好啊！嗱，结果咧。呢場對話咧，從此結束啦。佢哋咧就再冇回應啦。包括 E 高層同埋 App 助理，咁佢哋點解冇得回應呢？因為講唔過啊嘛。你即係話俾而家特區政府聽啊，特區政府唔係話俾全香港市民聽啊。特區政府咧就係、是、有冇做到抗疫嘅工作咧，就係、是、冇。我所唯一個起碼咧就係圍封強檢，當 test 到有污水。嗱、啊，嗰度污水嘅病毒含量好高嘅時候，我就圍封強檢，係咁樣嘅啫。有冇啲新嘅政策？冇。啊，我哋香港市民咧就喺度同心抗疫、齊心抗疫同埋決心抗疫，因為我哋知道方法總比問題多。你針對個問題去解決問題咧，咁樣就係我輩之人咧所應該要做嘅嘢。咁大家都可以知道，區政府揾到呢啲高層翻嚟，又可以對香港嘅決策咧喺度左右搖擺啊！啊！佢中意講乜就講乜啦，其實有冇方法去做到咧？我唔知點解呢啲其實係好簡單、好常理嘅方式嚟噶嘛。咁點解而家啲決策高層永遠都係覺得呢個係變在、變在、變在，所以冇辦法。喂，就算火山爆發、有海嘯、地震呢啲嘅天災，你都要面對個問題去解決噶啦。點樣救災？點樣令到更加人員、更多多人民唔好受到生命嘅損害？呢個係政府應該要做嘅事，係咪？咁你要盡到最後一分力，你要去處理呢件事，唔好用同樣嘅方式去做，你要不斷咁樣改變你嘅策略。呢、這個改變策略唔係叫你左搖右擺，而係方向定咗，我哋知道邊個地方、邊個國家，甚至係內地同埋中央做得最好嘅，我哋應該用內地或者中央嘅方法去處理同埋解決問題。當你要求到，唔好话要求啊，对唔住，系应该要请求中央协助嘅时候咧，我哋中央一定会全力支援嘅。咁既然有咁先天嘅优势啦，咁点解唔做啫？我哋睇到而家上海即系要有封控嘅呢一个情况喺度，其实一方有难，即系八方支援嘅、哦。点可以话喂，我哋就喺度喂，现在啊冇计噶啦，喂，我哋不如咧吓，即系。冇乜方法噶啦，用一啲冇效嘅方法，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即係展示出嗱，我喺度做緊嘢噶啦。就好似我成日講嘅一個笑話啦，就係、是、曾志偉、張家生、可樂搬咗、搬油、搬咗、搬油、搬嚟搬去，佢哋咪做咩？我中意啊，咁樣做乜意啊？冇意噶，我而家係表示我唔信啫嘛，係咪咁嘅意思咧？啊，咁啊，大家自己諗諗啦。A 君交俾你總結。系啦， A 君咧最後一個總結啦，因為咧 A 君咧睇見個對話，實在真係太過覺得。真系值得要公诸于世啊！于是乎咧 ，A 君啊就私信啦、啊，俾个 C 先生啦、啊，就话喂，对话好精彩、啊，可唔可以讲翻出嚟咧？咁啊 ，C 先生，哎嗱，总之咧就唔好去开人名，千祈唔好开啊！咁啊，费事令到啊组主啊尴尬啦，咁样样咁啊，内容嘅自己对号入座，所以千祈唔好做呢啲嘢。不过咧，麻烦咧啊 ，A 君你咧就喺啊呢个节目嗰度啊，就啊帮我咧问一问啊第一条问题，第一。香岛依家有啲乜嘢啊？截断传播链嘅方法就麻烦呢如果听到啊 A 君你个节目啊嘅人呢嘅高层啊，就唔该正式向全香港人回答香岛依家有啲乜嘢截破啊截断传播链嘅方法。第二样嘢做乜嘢呢如果啊香岛嘅高层唔知有冇听到定系听到都啊当听唔到啦，咁咧就麻烦咧，你喺个节目嗰度咧就请啊咁多位有听你节目嘅朋友咧，就俾啲高见啊，就唔好下下俾啲高层问，哎呀你净系问问题冇意见，咁就麻烦咧香岛啊俾翻啲啊啲啊观众咧就俾翻啲意见过嚟啊，话翻俾。
向到嘅高层听，依家民意系想做乜？系要求你搞乜？同埋啊，有啲乜嘢你哋谂都未谂过嘅嘢，即系你哋冇谂过啊？点样接取传播呢个方法？话唔定乡岛市民多到你唔信嘅意见俾到你啊！嗯，其实好明确嘅啫，个意见，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啊。但系当然咧，我喺度就唔讲，咁啊，希望各位网友咧就喺我哋留言区度留言。咁我相信意见咧，大家都非常之统一噶啦。我谂都系不外嗰三点嚟嘅啫。啊，即系呢个咧，就大家自己谂下 ，OK？ 系啦，咁啊，呢个施先生啊，咁就咁讲啦，咁就话希望大家有意见就写低啊，同埋啊，继续质翻乡岛政府有啲乜嘢截断传播链嘅方法啦，系啊 ，Sir 点啊？冇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啊，睇到啦，以上嘅对话并非虚头，句句属实，只不过我哋孤影其微。俾翻啲面俾人哋，同埋唔好造成太大嘅衝擊。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哋講緊乜嘢噶啦。啊，咁啊，大家自己諗啦，好唔 OK？ 好嘛，希君。好，今日就講到咁上下啦。咁啊，希望大家俾意見啦，同埋繼續執翻政府呢樣嘢啦。冇錯，多謝大家嘅支持啊！今日嘅時間到呢為止，拜拜咁多位，拜拜。